好，再来哈，我们也再来一起看一下吧。画面再借给我一下哈，来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哈，主要就是加上这个两个 hyperlink 啊，直接用 hyperlink 就可以了，直接拖拉过来啊，并且把它稍微修改这个上面的名称。另外呢，哈，修改一个属性，这个属性的部分呢，就是在那个 navigate UI 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可以用选的。那记得就是你们先哈、新增两个网页，这两个网页呢，一个是叫做 delete， 就是说呢可以让我们做 delete 的一个网页，另外再新增一个叫 update 的一个，这两个网页哈、先把它新增起来。那我们就用选取的方式把它选取起来，分别将这个修改跟删除部分呢、用这个属性哈、navigate UI 这个地方把它做选取。那选取之后呢，它连过来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是做这个动作，就是说我们可以让 user 去做link 的方式，直接让他点选某一笔资料，就可以把资料秀在这个 detail page 里面去啊，当然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可以这个在设定的时候呢，可以不需要全部你可以针对比如说几个主题啦、类别哈、发布日期跟内容不需要，单位这几个好了，就是让他知道说大概就可以了，然后下一步之后按完成就可以秀在那个 grid 底下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我要把这个 grid 里面做那个 hyperlink 一样，我们其实也就是跟前天所讲的，你可以利用这个地方编辑资料行，再加入一个什么呢？透过主题去做那个 link， 可以让他做那个。直接点选的方式，那方式的话呢也是一样，在这个地方先加入一个什么 hyperlink field 哈、那当然你可以先把主题先删掉之后的话，再来加这个地方加入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它往上提到第一个栏位。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一样就是直接把名称改成主题啊，这个地方跟前面都一样啊，把它改成主题之后呢，并且修改三个属性主题，然后呢这个地方因为其实也是主要这个栏位部分。